当时被殴打的学生正是今天大名鼎鼎的台北市议员高云生，他向我们揭露当时学生时期恐怖的回忆。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的眼神是在警告我，挡我则死，他想杀掉我。说真的，如果当时我知道他这么在意输赢，学联会会长的位置让给他都没有关系。唉，要不是那天有主任在现场，后果我根本不敢想象。至于后来的话，我记得他被记了两个大过，也差点被学校退学。他爸爸那次之后也在公司离职了。至于原因为何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他后来在学校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接触了。根据附近邻居的说法，王姓凶嫌每天早出晚归，不务正业，也经常与父亲吵架，闹得左邻右舍鸡犬不宁。邻居的婆婆妈妈也时常看到王姓凶嫌戴着黑眼圈，走路摇摇晃晃，疑似是吸食安非他命所导致的后遗症。尽管目前监视小组还在建设当中，但是警方也表示，吸食安非他命确实会导致精神恍惚，不排除就是王姓凶嫌胆敢痛下杀手的原因。而我们的记者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当晚在现场的邻居，让我们听听邻居的说法。半夜的时候啊，我已经睡着了，突然听到叮叮乒乒，好大声哦！啊，那我就赶紧跑出去看啦、啊。哎呦，看到他两眼失神，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哦，差点吓死我了。还好、哦、我赶紧报警，要不然哈、哦，谁知道会不会被他毁尸灭迹？